要不要讲一下看到这么多粉丝来到的感觉？你是说我？他还是我们，我们是很开心啦，对啊，不要不要，很开心，就是有大家的支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，谢谢。那这个昨天有跟那个六小福见面嘛？他们有没有表示一人要包几场？好、哦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有，就是有空大家都会去看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首映的事情。今天还蛮兴奋的，对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电影当中，可能演员跟演员之间当时没有对到戏，但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在这个首映当中集合，所以很期待也很兴奋，对。刚刚在后台有没有聊天？因为平常之前都没有对到戏。对，我们在后台，我是跟导演两个人很紧张来，我们刚从楼下走上来就看到这么热情的。那个江涛的粉丝们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兴奋，但是也等一下要看在电影里面看到，所以也蛮紧张的。所以都还没有看过其他人的片段，你有看过吗？哦，我没有，我还没有完整看过，对对对，很期待。那就是有没有想要想一个票房公约呢？票房公约是什么？就是超过多少票房就要怎么样报答一下这些粉丝。通常都是说内部有没对啊之类的。哦，哇！不用这么 hard， 不用这么 heavy 啦，但是因为这喊下去可能就明天就过了。哦，哇！我想想看哦。香港好像没这个传统啊，对不对？希望，对对对对，就会出更多，会今年会多出一点歌的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多出一点歌。对对对对，麻烦你。其他人呢？有没有要怎么报答一下？麻烦怎么报答？一起出一首，一起出一张单曲，单曲破亿。对，但是我们是没有问过唐大哥，但是再跟他聊一聊。对，歌词我写。破亿一起出单曲，哎、啊、呀，一起对，一起出单曲 ，OK 啊 ，OK。OK， 破亿的话当然可以出单曲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歌词我写。没有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这部电影。对。那刚刚讲到想念台湾的美食嘛，现在目前收集到几样了，真的能去吃的。那个笋，我们昨天冷笋，冷笋，他昨天吃了那个冷笋沙拉，他觉得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你接下来还想吃牛肉面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想吃麻辣锅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们还会再想别的，对吗？对对 ，OK。对，所以是只吃到冷笋这样就对了。因为他是最喜欢第一次吃很新鲜、嗯、那其他的好朋友们有没有招待他带他去吃一些特别的小吃之类的？有，他今天访问一整天，有说想要吃那个地瓜球加梅粉。对，我们有推荐他加梅粉、嗯、把一些那个在地小吃推荐给他、嗯，就靠纯耀了吧，纯耀有主持过那个。对对对，我觉得爱玉冰很好吃，希望可以带江浩去吃。好、哦哦，对，谢谢。那最后要不要跟我们推荐一下地方？好，哎，你先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就是你希望如果你想要有被疗愈的感觉的话，就来看《我的天堂城市》。我们的电影呢有纽约的美景，还有追逐梦想的过程。如果你也在追逐梦想，就要来支持《我的天堂城市》。相信每一个人都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寂寞或是孤单的时刻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这部电影《我的天堂城市》陪你们一起度过。我的天堂城市很好看，对，然后就大家要多看，嗯，谢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天堂城市，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天堂城市都可以追逐梦想，找到爱。刚才纯耀教了我一句台语，大家来看我的天堂城市。哇！当然就是一定要破亿，然后这么好的演员组合，我们希望能够有 part two， 好，我们希望有能够继续拍下去，然后
我希望能够还是宋允化，还是江涛，还是姚春耀、魏曼、李嘉文。那我觉得，这么好的一个组合很难得了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需要有导演好的故事，所以麻烦导演赶快把新的本子写出来，然后我们继续去纽约拍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下次不一定去纽约，我们可以去巴黎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巴黎城市。好，谢谢。给那么多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。